这把应该点个砍倒。我操，这能被敲我？干死你信不信？我就问你信不信？ 闪，他没闪，那随便闪。哟，偷点钱哦！看老子，摸金校尉，摸金校尉，我操，好痛！那我把先放过来吧，让他推。没事，我升级。 这么屌的吗？哇！打野差距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怎么还死了，大哥？文碎吧！ 有分，好手多了。死！装！你王船长遇到这样的打野，不管他，我说这个是开玩笑的，不用管他，他不会心里愧疚了吧？ 坠谷，坠谷。你干什么？找死啊！可以开车出来直播，我直播最好能打200块钱。 够了，钱够就行。操！不要相信必要的，你还能看一下我？我操！ 我操！哎呀，凯旋狗！这是我没买装备，我好像一死了，直接买装备他没了。哎呀，光想着骂人去了，套！兄弟，不好意思。 不好意思，我草率了。本来可以杀他的，但是杀了他兄弟们的伯夷就没有了，就不是很想杀。我13级比较好杀他一点，现在让他先缓一会，好像是个肉，其实他伤害好高啊！我操！ 我伤害够，如果我扛不住他的伤害怎么搞？不吸血也是对的。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你就是疯子。更多不要。
这么说，他一个人不敢上。一次转身。 吸血就是好。想推塔呀？问过我没有？更多火药，我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又一个。 怎么这么痛？哦，是塔打我的伤害，不是他的伤害。他死了，我们就直接团中吧。他可能还会开大招。确实是这样的，会玩的这个人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当心炸药桶！ 他不要以为只有他会带，这是我带的，我猜的比他快，我就是怕这边队友扛不住。哎，不对，这么好被开的，没 TP 也只能带呀。 我不带，对面会带呀，我只能看他，因为我队友看不住他，不知道这个剑魔打不打得过。没兵线，他也这样推。没线，猜的又不快。没事的，才不稳。 你看我一路带过去，他没 TP 没掉，好像有 T 推中推中，这波直接推中，直接推中，大不了又有我回城。你是怎么敢烧我呀？我操！让打野拖他一下。没事，他推不完。他没线，拆！ 跟白给有什么区别？他没闪，但是他把中路线断掉了，这人好聪明啊！闪现了。 能不能一把？还敢跟着搞是吧？
给你一刀，不给你一刀。六万伤害，六万伤害。